准备两个呆萌的土豆，清洗干净，去皮切成薄薄的厚片。锅中水开上去蒸15分钟，蒸熟后把它取出，放入料理机中，再加入1000毫升的凉水，搅拌成比较细腻的红薯汁。先倒入400毫升的红薯汁，放凉后加入100克的豌豆淀粉，搅拌成五干粉的面糊。然后锅中加入500毫升的红薯汁，先大火把它烧开，烧开转小火，把另外一份加入豌豆淀粉的红薯汁倒入锅中，顺着太阳的方向不停地搅拌，一定要小火，搅拌成比较透明的状态就可以了。趁热倒入模具中，放凉后改刀切块，淋上蜂蜜，红薯凉糕就做好啦，比果冻都 Q 弹。您学会了吗？嗯，真好吃。这肯定好吃啊，那是必须的。这就是夏天应该吃的呀。对，咱们都凉菜。哎，行了。我就拌吧拌吧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份看着就高兴，特别好吃。嗯，真好吃。很多人在家做排骨只会红烧或者清炖，今天分享一道好吃的蒜香排骨，又酥又脆。剁好的排骨加一小勺小苏打，用清水泡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后您可以看出里面都是脏东西。然后挤干水分，放姜蒜末多一点，洋葱一小勺，盐料酒生抽抓拌均匀，腌制半个小时以上，再把里面的渣渣去掉，打入一个我刚刚下的蛋，倒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，这个粉呢才是酥脆的关键，让排骨都裹上一层面糊，六成油温下锅炸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头都想大了好几圈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呢？非常感谢。开小火炸8到10分钟，这样做的蒜香排骨肯定是年夜饭上最先抢光的那一盘。很多人在家做排骨只会红烧或者清炖，今天分享一道好吃的蒜香排骨，又酥又脆。剁好的排骨加一小勺小苏打，用清水泡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后您可以看出里面都是脏东西。然后挤干水分，放姜蒜末多一点，洋葱一小勺，盐料酒生抽抓拌均匀，腌制半个小时以上，再把里面的渣渣去掉，打入一个我刚刚下的蛋，倒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，这个粉呢才是酥脆的关键，让排骨都裹上一层面糊，六成油温下锅炸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头都想大了好几圈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小红心支持一下呢？非常感谢。开小火炸8到10分钟，这样做的蒜香排骨肯定是年夜饭上最先抢光的那一盘。以后啊，你要是想吃黄焖鸡了，再也不用出去买了，在家就可以做出饭店的味道。首先剁好了鸡块，只需用清水冲洗干净，直接倒入锅中，边炒出多余的水分，再炒至两面金黄后，加入姜蒜泡好的香菇，一包调制好的黄焖酱料，半瓶中秋节喝剩的啤酒，一定要倒入开水，盖上盖子大火炖煮20分钟，然后倒入土豆，再继续炖5分钟，最后加点青红椒配色，大火收汁即可。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动手制作起来吧。您知道南瓜饼怎么做好吃吗？蒸熟的南瓜加白糖，用勺子压成泥，加适量糯米粉，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取一小块搓成小圆饼，先蘸一层清水，再裹上万能的面包糠，六成油温下锅炸至飘起即可捞出。这样做的南瓜饼外酥里糯，特别好吃。您学会了吗？西葫芦用卡斯板卡成长一点的条，水开下锅加入一勺盐，烫30秒捞出，碗中加入生抽、香醋、白糖、盐、鸡精、
13香，少许香油拌匀，淋入盘中，放入花椒辣椒段，淋上热油，给它炸香。西葫芦这么做真的比炒的还好吃，不信您试试。您知道鲍鱼怎么做才好吃吗？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首先用小刷子刷洗干净，用勺子取出鲍鱼肉，去掉内脏，去掉嘴巴的部位，给它改刀。鲍鱼壳凉水下锅，给它煮五分钟，消一下毒。鲍鱼肉加入料酒煮五分钟，洗干净备孕。锅中有热，爆炒葱姜蒜，下入生抽、蚝油、盐、鸡精，少许白糖提鲜，倒入一碗清水，下入鲍鱼，再煮五分钟，淋上水淀粉勾芡，红烧鲍鱼就做好啦。您学会了吗？